方荣，方荣，方荣，你干嘛在我面前喊他名字啊？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好不容易让你被赶出家门，现在要跟我保持距离。反正你已经在我家了，我会想办法把你拴在我身边。敏辰，哎呦，你干嘛这样啊？对不起，敏辰，我们不是说清楚了吗？我借住在这里，你睡你的床，我睡地上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我就会离开的。干嘛离开？我从以前就觉得你爸妈只疼大根跟子怡，根本就不关心你。现在还把你赶出来，你自己明明就也觉得你爸妈很偏心，站在方荣姐那不站你这。是我做错事，对不起方荣，我居然被打是应该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肚子好饿哦。你自己去吃吧，我还是要忙。去哪里？我就知道，你给我进来。我们不会答应你们离婚的。我对你们真的很抱歉，很愧疚。最近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还因为我跟子文，你们把他赶出去，对不起。我们都觉得你很好，我跟你爸也是过来人啊。夫妻相处本来就是会有一些摩擦，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孩子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，所以我才常常希望你们能够赶快生一个小孩。你真的还回得去吗？现在该他自己努力了，那你就等他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就当爸爸妈妈求你。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爸爸跟妈妈都是你的靠山，知道？留下来，不要走，好吗？子文哥，吃葡萄，我特地为你买的。你自己吃吧，我要找工作，我一定要赶快找到工作，这样才可以回家见我的爸妈还有方荣。方荣，方荣，方荣，你干嘛在我面前喊他名字啊？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好不容易让你被赶出家门，现在要跟我保持距离。反正你已经在我家了，我会想办法把你拴在我身边。我带了一锅鸡汤，我想我不适合上去，所以我刚挂在门口，快下来拿吧。爸，突然反胃啊！这个月还没来哎。你醒了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以倩家。你知道你昨天真的很鲁哎，我说要送你去哪边，你都说不要。最后我想说，以倩家离原满阁比较近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就把你送来这里了。对不起啊，辛苦你了。我帮你买了药，等一下喝完洋葱汤之后再吃。洋葱汤，你煮的？我买的啦。昨天晚上有一个人一直吵着说我要喝洋葱汤，我要喝洋葱汤，所以我刚刚去买药的时候就顺便帮你买了。我喝醉讲的，那我还有没有乱说什么？你就在那边一直鬼打墙，洋葱汤，洋葱汤，我都快要被你催眠了。既然那么想喝，嗯，慢慢喝。怎么有油条啊？我的广东粥配的。这个洋葱汤，不可。
可能吧？哎，你这在哪里买的？谁煮的？我怎么知道谁煮的？就附近餐厅买的，不好喝，那下次不要买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只是这个味道跟我之前吃过的好像哦。如果你还想喝，里面还有。好。在洋葱汤里面加油条啊，你好奇怪哦！突然想吃吧。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算了，我不要虐待病人好了，免得他等等发烧到40度，我还要照顾他。算了，改天再说好了。等你状况好一点的时候。今天这么有良心，那我来猜猜看啊。该不会是什么春酒气化案之类的吧？猜错了吧？那不然我再猜猜看啊。如果我猜中的话，哎、油条可以给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给你。谢谢。爸，突然，你不要想得太多。我是炖鸡汤给阿峰喝，才发现呢煮了太多，顺便带一锅来给你。爸，我以为你把我赶出来，却再也不会管我的死活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太偏心，只爱大哥跟子怡，不把你当儿子看，所以才狠心赶你出去？其实你们三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样，我一样的疼。我只希望你们成才，只可惜可惜我让你失望。的确，的确让我失望。三个儿子里面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那个，但是你是让我最放心，因为你是最懂事，我以为你会最成熟、最稳重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。爸，我一时糊涂，没有控制好自己，真的错了。我给你，人啊，难免弄一做。做错了，我们就改；路走歪了，我们把它修正。但是你要想，经营一个家庭不容易，当一家之主更不简单。你要赶快学习做一个负责任的人。你这是斤斤计较的查某囝。啊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也会检讨自己，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不要光靠嘴巴讲，要实际行动来证明。我跟你妈还有阿红在等着看你怎么做。至于美珍那边呢、啊，你要谨慎的处理，毕竟你是伤害人家的感情，一定要得到她的原谅。啊，最重要的，不要再去骚扰阿红。我会赶快找到工作，证明给方荣看。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可以信任、可以依赖的老婆。好，那就赶快去把他解决掉，早一点回家。好，我很快就会回家的。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当初很呆就不，啊，晒也别晒地了。
好了，鸡汤要趁热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纯一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美味满格哦。